穿过重重人群，被超过20000人簇拥走星光大道。蔡英文总统脸上挂着大大微笑。桃园南区竞选总部大会成立，市长郑文灿一路陪同。小英上帅，小英上帅，好不容易走上舞台，蔡英文、赖清德手拉手，全场喊动算，展现大团结。我要跟大家说，蔡英文一定加油，赖清德一定加油。带着全场喊加油，蔡英文没有撕扯喉咙，台下支持者已经陷入疯狂，自有一番独特政治魅力。这一波我们台商回台投资已经达到了7000多亿，其中桃园是第一名，一共有1538亿的投资要进来，会创造15000个工作机会。资金回流，桃园 number one。蔡英文也抛出中立车站三铁共购、盖社会住宅、育儿津贴、托育补助，打政绩牌。过去蔡英文挺桃园，现在蔡英文要拜托大家一件事情，换桃园来在这一次挺蔡英文，好不好？桃园自从郑文灿胜选连任，为绿营打下基础。蔡英文也自称客家妹，拨钢琴，希望强压蓝营票仓，打出漂亮选战成绩。记者桃园综合报道。